完了周深说什么不吃土豆，但是什么土豆丝儿可以，说可以吃土豆但不吃土豆丝儿啊，对。后来人家问他为啥，他说土豆丝儿什么煎的会扎坏我的嗓子，开玩笑说的。对，你去了环球影城吗？没去呀。钟轩，你肯定特别想去，我特别想去，而且我就住在旁边。你为啥特别想去？你喜欢哈利波特？我他那他当时欢乐谷一周都能去一次。我特别喜欢去游乐园。我也喜欢，但我不敢玩任何过于失重的东西。那过山车可以吗？不可以。跳楼机我可以，但过山车我不行。跳楼机可以，我因为跳楼机是这样啊。过山车是你得倒过来，我过山车可以，跳楼机不太行，我都不行，跳楼机不行，太吓人。他也不是直接下来，他在中间还来回上下上下上下的。那他口音像罗永浩老师哈？是这个口音吗？是多少？就是有一点这个口音是不？对，是朝鲜族口音。我跟你讲是这样的，我总结了一下啊，黑龙江人他就会倾向于把所有的翘舌都说成平舌。没有，真的绝对是我。你还想跟我一起睡呀、啊？啊，个别的，还想跟我一起睡觉啊？这谁呀？对呀、啊，是跟谁说话呢？啊，这种谁呀？跟谁说话呢？这种就得平舌。那你们呢？我就是，我们是能发翘舌，发不出平舌。瓜子儿，啥瓜子儿？啊，啥个是？啥个？啥个是？啥个是吗？这个我们没有。对我们就是出租车司机。然后就是黑龙江就是出租车司机，你知道不？嗯，你知道吧？吉林人就是介于平舌和翘舌之间，就是南方口音，是不是这样的不？你看出这个是他，你说他是翘舌，他也不是；他是平舌，他也不是。啊，你在研究语言学呢？我没啥事儿，就研究大家东北话不一样嘛。天天我天天就研究这没有用的。哎，才七点多，点个水果吃。有啥想吃的水果吗？西瓜，买点芒果给他。哈密瓜。好的，毛老师，我吃大家吃剩的就行。好嘞，你瞅瞅毛老师，这就是啊，出道时间长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说过酸菜那个事儿吗？没有啊，你讲讲。就是我跟恩恩说过，肯定说过。我记得了，就是当时也是，就是刚刚出道的时候。嗯。我第一个上的综艺节目。嗯哼。然后那个时候节目组就非常贴心嘛，就说：“哎，我们当天要提供一顿饭嘛，就说。”准备餐食啊，你有什么忌口的或者是喜欢吃的不喜欢吃的东西吗？我说好像没有。他说没事，你有什么要求我们都可以能给满足啊。你要酸菜。我说我没有什么想吃的，就说都可以。他说那你有什么不吃的吗？我注意一下。然后我就说我没有什么不吃的，我不吃酸菜。然后就说好的好的，那我们知道，了解了解，你知道那种感觉。嗯。后来第二天我去了，导演给我对本，对完之后他就走了，那个本就留在这儿，有个表格，我就翻了一下，其他人表格都是空白的，就是我那一期的嘉宾，只有我那一期后边写一人不吃酸菜。你知道我给我吓的，我说我以后我再也不提任何的要求。你刚刚要的啥来着？哈密瓜。对，哈密瓜。嗯，它是西瓜。我知道西瓜、芒果、哈密瓜。记一下，单组。西瓜、芒果、哈密瓜，你记不记得去年年夜饭？对。没了。去年年夜饭留出了一份单子，是每个艺人的喜好和忌口，那个就挺细的，我感觉当时我看我都震惊了。完了周深说什么不吃土豆，但是什么土豆丝儿可以，说可以吃土豆但不吃土豆丝儿啊。对，后来人家问他为啥，他说土豆丝儿什么煎的会扎坏我的嗓子。开玩笑说的。对，你写啥玩意儿吗？你写你不吃酸菜什么的？没有，我可长记性了。下面到重磅环节了，你要嘉宾把郭麒麟写上。周深呢？周深你也不能说是潜规则。是的。大林曾经说过，完了周深说什么不吃土豆，但是什么土豆丝儿可以。大林不吃的，他才不跟你说点儿。他怎么不吃？有一次在他家喝酒，那天周深也在，我们仨在那儿。郭麒麟那就不发，完郭麒麟天天看别人。周深的我怎么能唱呢？当时我就同意了吗？同意了，同意了。郭麒麟过生日不就是吗？就我们过两天郭麒麟的新节目。哦。我为了见白宇，改老多次时间。有点出息。我无论如何，改多少次我也得飞。刚才呢，我跟。你的妈妈呀，吵了一点架，吵了一点架。你呢，就帮爸爸呀去哄哄你的妈妈。
你是我儿子吗？我是您儿子。你真是我儿子吗？我真是你儿子。你千真万确是我失散多年的亲儿子吗？我千真万确是你失散多年的儿子。妈想你、啊、我也想您啊妈妈。我怎么感觉这爸妈丢了这孩子挺高兴啊？这找着了高兴，你能不能理解点人母子情？对呀、啊，妈妈对你好凶啊，为什么？这妈妈对我好针对。哪来的这么漂亮小姑娘，这么不尊重你妈呀？妈妈，啊，喂，怎么回事？这是你，这是儿媳妇吗？你别讲，哎呀，现在还不是呢。别瞎叫，没事，根本就没有。咱不今不是认亲吗？我认亲来了，和尚。啊？这怎么是我呀？去你那儿吃过面呗？请叫我白太太。哎呦！哎呀！哎呦！他可能只是，他可能是我的铁杆粉丝。哎呀！哇！好销魂呀、啊、哥，为什么你天天和别人老婆待在一起啊？他明显是偷拍啊！啊，白太太，啊，白太太，啊、就白太太可以。对，因为他的手机里边有很多 PS， 他跟白三晚的合照，而且他在床、啊，他暗恋白哥，而且他床头柜的那个密码是白太太。啊，解释一下，解释什么呢？解释些照片啊！那我喜欢你啊！可是、啊，我们看一下照片，好直白哦。所以你是认识他的？我不知道。他帅，做的面又好吃，然后整个人又非常的有涵养，但是人温和又善良。对，那你可能对我有点误会。那我是不，你在我心里就是这样的人。为什么要去吃你的面？我咋知道？谁知道他哪蹦出来的？去你那吃过面呗。请叫我白太太。哎呦，快关掉吧。这不是白宇哥吗？请叫我白太太。但是很好。啊、深度互动了吗？没有。进行到哪一步？没有，就是看到了本人。那感觉怎么样？就很好。这见到他表达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我很矜持。就是你为了这个，是啊，我去这件事儿、啊。是了、啊，你忘了咱们搁节目里说的吗？那天晚上找你吃饭，你不去。我就不好意思，我也是，你懂吧？我就碰上那种特别喜欢的，我也不太，我也不好意思去。你说这郭麒麟找我，我也就去了。那你说，哎呀，还有白宇，我不好意思去了。加微信了吗？没有，也没有，就适当的就社交距离。对。下面到重磅环节了，你要嘉宾，你要嘉宾。你要嘉宾，我觉得嗯，还有吗呀？周深呢？周深，马迪呀、啊？啊，马周深、马迪这种，就把平时自己家沙发上那些人搬到这个沙发上呗，先写上吧，是不？我感觉呀，这几个人都来不了，忙，太忙了。那不是忙，有一些制作人他会用一些很那种很虚幻的词，能不能再给我一点儿犹豫？能不能再给我点沮丧？周深给我讲的。能不能再给我点欣喜？来，周老师，我们现在问候你呢。蓝色降落伞。嗯。你唱的不是蓝色，你唱的是白色。你的深邃呢？问他。某个字能不能再严谨一点？哪某某某个字能不能再坚定一点？对他一次没让您在门口听歌听五分钟吧？啊，那个那有一次要没李雪琴我还进不去呢。是啥？我俩有一次在他家喝酒，那天周深也在，周深也在，我们仨在那儿啊屋里唱啊，完了我们就忘了我们叫马迪来了，忘了。然后马哥在门口咣咣敲门，没人理我，我听了一首歌，然后我给李雪琴打电话，李雪琴才给我开了门。你记不记得去年年夜饭？对，没有，去年年夜饭留出一份单子，是每个艺人的喜好和忌口，那个就挺细的，我感觉当时我看我都震惊了。完了，周深说什么不吃土豆，但是什么土豆丝儿可以，说可以吃土豆，但不吃土豆丝儿啊？对，
后来人家问他为啥，他说土豆丝儿什么煎的会扎坏我的嗓子，开玩笑说的。对，人都是谁呀？好朋友，这个整坏了，这个怎么办了？那是白宇，白宇啊。白宇放里边，他比较喜欢最近。嗯，放这儿，拍一张略显第一视角。对，晚上做噩梦。太逗了，真的。哎，等会儿，我也站这儿，聪哥找个位置，找个位置，找个位置行。好嘞，来来，聪哥找个位置，我看看啊。哎，你可真了，但我脸比他们几个黑。那你站的没厚，我看不出来，是吧？看不出来啊。不是，你很像真的，是吗？就是拍一张，真看不太出来。你看，其实细看的，细看这么看不出来。Okay, 看是能看出来，就是让他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就行。你们准备啥节目了吗？没准备啥。我跟周深他们家离得挺近的。他家不是贵州吗？他家是邵阳的呀，我上次碰到他，他说他是邵阳的。周深不是贵州人啊？他又是贵州又是湖南。哦，他爸妈不是一个地方的呗？混血。混血。好像是他是。对。反正一个地方生一个地方长的。啊。你那个也昂贵吗？昂贵啊，这玩意儿好的都可贵，我以前不知道它那么贵。他会根据你的声音特意去调他的那个，不会，那个不会，那个更昂贵。但你上次不是说你和周深互相不能用对方的那个哦，是的，吗？是的，是这样，我给调的不一样。对，哦，他是后台调的不一样。是的，我以为是话筒用的就得有区别呢。对对对，现在大家对有一个误解，说什么百万调音师调完之后你的音准就好了或者什么，其实不是，这个是不存在的。修音可以，修音可以。调音只能做到让你现场更适合你的声音，以及更好的传递给你的听众，让听众听清以及听到你的声音。但百万修音师是真的能给你修出花的。那不都修的跟电子似的吗？有的修的好的不像，修的好的可不会，完全听不出来。真的吗？修的好的可吓人了啊！闲聊一下吧，咱们唠会儿嗑。聊会儿天。你最好的歌手朋友是谁啊？最好的歌手朋友，周深算吗？哦，深深，梦姐开始。期的毛血旺的聊天室。哎呦，这个之前领养小猫的又给我们分享小猫的近况了，又长大这么多。它是其实还是小猫，但是比之前看着就是大了很多。动物长得可快，毛都长出来了，真好，为它感到开心。这是它刚开始，不可能。它刚来不是在那花盆里这么大点吗？现在它俩不都卧在一起了吗？之前不就这么大点吗？现在它不都这么大了？可能是拍的离得近。看来你把他们照顾得很好。点一下，能到达？能点。好像是周深。啊，周深吗？这是？好像是周深，像周深。Hello。今天先吃口饭。哎，行行行，正好我没吃饭，那个面也估计洗的差不多了。行，这不去吧，四哥去把面拉了。你去。行我这个下一步就准备要干面馆了。不瞒你说，看看这能管过来干面馆整咋样了，先吃饱再说。来，这个面你们谁整啊？我试试。你的整什么？发了。你会拉呀？我那得有碱水。那这个咋整啊？擀了？这个只能就是手擀了呗。你还真会呀！这玩意儿有啥难的？这。但我俩这面行不？应该行吧？行，货挺好吧？行，这面整的。行。他知道拿保鲜膜，保鲜膜，这不挺软吗？行吗？啊。洗碗，和的也挺波折。这面，这个面烙油饼也行，擀面条也行。行。你把这个切出来吧。行。戴点手套，鞋子烂。好像不太行了，再试试。茄子肉丁面是吧？没有，切尖椒牛肉。尖椒牛肉了？是这么抻的吗，四哥？那没有，你那不是你不是拉面了？那切面吗？这不是，手擀面不都这样吗？切面不也行吗？你切一个我看看。
我不知道你面醒咋样啊？挺好，我这面。他整砸了，肯定是赖面。肯定就是赖面了，我看出来了。这点心思让你们猜得透透的，是吧？好像不咋行啊，四哥呀。好像是软了，我觉得是不是？那软了的话怎么整的？这个面好像不够。放面。啊哈！气死了。我跟你说，最后咱们这个是最成功的。哎呀，虽然粗细不均吧，但是绝对能煮。你那个没有碱水，你肯定撑不了。肯定得折。和面大大的能折吗？啪叽。它这是折了啊，这是折了。哦，这块呢？碱水不行。哎呀，真折了。那些就整面片吧。那完了。折呀，真折呀。不是那卤子那个都整了。没事没事。那面可没有。现在搁碱水来不及了吧？现在没有碱水。打的这不挺好的吗？没撑开，抻折了。不是切的吗？不寻思，这手法还行哈。咱没人家那个拉面那手艺，咱就手擀面。哎，没烧水啊？现在他就只这两根面条，你确定吗？咱也不够吃啊。那挂面下点吧，现在不行。哎，那个好，要方便面就更好了。没有，咱有点太对付了吧？咱这点。呀，这还行了，好像。是不是？瞅着，嗯，一个是一个的。切吧，直接是不是、啊？哎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一看会做饭。哎呀，哎呀，能撑开吧？哎呀，行，好像是能哈。行，那不是俺们面的事儿，四哥，那不是我俩面的事儿。这功夫别推卸责任了，已经。哎呀，起来，水开了啊！行，来吧，往里下吧。吸不吸卤？不吸。不吸吗？搁酱了吗？搁了，都搁了。那你能看见的都搁了。冰糖。有点稀呀、啊，得勾芡吧？已经勾了，这勾过芡的了，你再勾点吧。行了，芡够了。春天的花开，秋天的风来，冬天的落叶。这道菜呢？来吧，入座吧。好像不咋够吃，一人反正够一口。妈，够一口就行啊。哎呀妈，我想吃饱呗。我呀，我想吃饱呢。马老师，你这卤子行啊？那老些肉呢，能不好吃吗？哎呦，你给四哥留一口啊？这就是给四哥。不是，哎，我那个。你俩那匀一匀，咱俩匀一匀，给雪芹点。我不要了，我一口。那你就直接来这个不行吗？我来不了那些，四哥。我是那你咋？我是那大饭量人吧？咱俩这体格子在这摆着呢。那跟体格没关系啊，我。